照相机。哎，过来过来，哎哎哎，握哎握手，幺六八幺六八八幺六八，快拍啊！啊啊！幺六八快拍啊！啊，看这边，看幺六八。啊，需要一个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啊。记住啊，待会儿每一个节目结束了以后，演员别下台啊，会长要发礼品的。大家帮我一提醒我啊，待会儿要我忘的话，大家提醒奖品给我说一声啊。下面一个节目呢，是我们湘江阁提供的。大家知道，湘江阁不光可以给我们准备很好的饭菜，同时呢，还可以给我们送来非常精彩的节目。下面一个节目是什么呢？湘江阁说山东快书，当了个当，对吧？你哎，你让他们准备，你先用山东话给大伙儿问个好。大家好。山东话说。我不是特别会说山东话。怎么说？大家好，怎么说？来，老杨说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山东淄博，下面给大家带来一段山东快书。书。闲言碎语不用说，唱一唱我们山东老家的故事多。对，山东人讲山东话，山东话像唱歌。夸山东话题多，话到嘴边不好说。不过我们山东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兄弟生都是老大哥。我们山东其实没什么山，就一座泰山太凑合。山东其实没什么河，有一条黄河还凑合。我们山东大地没啥特产，也就是煤炭、石油、黄金、钻石还凑合。对对对，我们山东没什么人，几千年就出了个孔老夫子还凑合。全世界孔子学院200多，中华文明有人传承有人学。好。没错，我们山东人的书法自古以来没大师，也就是临沂出了个王羲之。山东人榆木脑袋不开窍，天底下是孙子兵法谁知道啊。我们山东自古没啥好汉，梁山伯出了108个。我们山东人天生胆小如老鼠，只敢在那泾阳冈上打老虎。我们山东人不会做生意，经济高活还凑合， GDP 年年在增长，老百姓兜里的钱一天更比一天多。我们山东的文化产业不算最好，也就是出了几部戏还凑合。闯关东闯进了大市场，刘姐妹唱出了拥军歌。我们山东人不善言辞不会说，也就是快书唱的还凑合。中听中意的山东人，我们今天同唱一首歌，期盼着山东跨越式发展创新路，明年再唱新赞歌。对，明年再唱新赞歌。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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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小妹妹啊，从那个中国来才来了2个月吧，三个月哈，她到这边来读书，她到我们湘江阁呢，因为她的叔叔在这儿，就是我们这湘江阁的那个第一董事长哈，李医生，他是她的子女，所以呢，她到这儿来就是来实践来了，来看一看，正好赶上今天呢这个联欢会。就此呢，他说我第一个来看看我们的老乡，第二个呢，我要为我们的老乡说上一段山东快书。大家说他合格不合格？还可以吧？好，谢谢。
发姐啊。哦，忘了。好，下面请我们的理事给发姐。啊，照个相吧。过来过来，这么漂亮的老师，来照个相，来给我们照个相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呢，在我们的演员队伍里呢，有一位老人，他今年呢74岁，他也是从中国才来这儿不久来看儿子。那今天呢，他听说我们这儿齐鲁同乡会在这儿搞联欢，那他呢也想到这里为大家表演节目。我听我们杨会长说呢，他要为大家朗诵一段诗，然后还要为大家唱一首歌。我想呢，大家听了他的诗和他的歌，大家会觉得哇，我们的老人确实是特别棒。好，下面有请我们的杨先生为大家表演。诗就不朗诵，唱首歌吧。词儿记不太好，所以拿一个小纸条，请大家原谅。这首歌是骏马奔驰保边疆，蒋大为唱的，学着唱一下。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，杨伯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？我是退休了以后，老年人嘛有个活动，我就去上那些老年活动中心去唱歌，就唱到现在。您再给我们唱一首《鹌鹑》吧。啊啊，怎么样啊？